我们今天做这个呢，就叫什么呢？叫红烧风干鱼。你看，这个都已经等不及了啊！来，食材其实大部分都已经处理好了，所以呢，一会儿呢，我们只需要调一个料汁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我们先准备一些鞭炮宝贝，好吧？先放点糖，酱油少放点啊。嗯。再放点醋，这就是你的料汁儿，可以尝一下。哇，好香呀！烧开放鱼，好了，水开了，我们现在把鱼放进去啊。哇，汤还是比较浓郁啊。关火，出锅，这块我的汤真美了。来吧，白白，你的鱼好了。然后这个红烧的风干鱼就做好了。其实呢，做鱼加点葱油还是可以的。